嗨，大家，我是丁丁，现在人在嘉义的奋起湖超远，从台北来坐高铁一个半小时，然后高铁站又开了很久的山路，也一个半小时，总共有三小时。刚才在车上我都差点吐了，超晕欸。好啦，今天是被邀请来参加奋起湖便当大胃王比赛，它是30分钟内要吃完8个便当，最快的人可以获得第一名20000块。主办单位邀请了我跟豪豪，所以我们两个人也一起吃，但是没有算在名次里面，就是大家可以争取前三名。它是分男女组，男女的各第一名都可以得到20000。好啦，活动就要开始了，等一下我们就去准备，然后跟大家一起去看看这精选的8家便当好不好吃吧。Let's go！管理处所主办的，所以希望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回忆，也希望再次的带动我们阿里山奋起湖便当的一个热潮哦。好，来我们现场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倒数10秒吧，10 9 8 7 6 5 4 3 2 1，加油，开始。我们现场也有大胃王丁丁跟我们吃货豪豪在现场做一个非常专业的吃播秀哦。我们请现场的参赛者不要有压力哦，他们是来跟大家角逐名次的哦。我们现场有提供水，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步调慢慢的享用，也要有信心可以得奖了，要有信心可以得奖，好不好？第二名的奖金是8000，第三名的奖金是3000块。那如果待会大家没有吃完的便当，也可以带回家哦。我们看我们台上两位大胃王，他们吃得非常非常的愉悦，非常的开心，似乎完全没有压力。待会吃完，他们可能还想要再吃5个便当，然后一起甜甜圈，好不好？好，我们这边也已经开始吃了第二个便当喽。兄弟党已经吃了3个便当了，第3个便当正在进行中哦。
我们这里也有丁丁的粉丝啊，来看到丁丁眼睛都亮了。好，待会你们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合照哦，可以跟我们丁丁跟好好来合照。好，我们丁丁这边也吃了第八个便当了，第八个便当了。
好啦，吃完八个便当，我本来以为我吃不完，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吃蛮慢的，就我可能吃第三个，别人就吃五六个了，就最后就是压秒30分钟把全部八个吃完。男生第一名好像是吃到第八个没有吃完，但女生的第一名就是八个吃完还有剩好几分钟，我觉得女生真的很厉害。给大家看一下铁道还有火车，转一圈，它有那种阿里山小火车，还有以前那种火车。第一次来奋起，我觉得还蛮特别，只是路程9弯18拐，头超晕的，来的时候我超想吐的。第一次在奋起拍片，成就解锁，吃了八个真正的铁路便当，不是 Seven 卖的那种奋起便当。我以前就只有吃过 Seven 卖的奋起铁路便当，然后第一次在奋起当地吃，觉得蛮特别的。好了，喜欢的影片记得订阅我，并且开启铃铛才会收到我上面的通知。如果想看我吃什么，进行挑战，从在下面留言给我。想知道我更多资讯的朋友，可以搜寻我的脸书粉丝团，还有 Instagram。大王丁丁，下次见，拜拜。